做完功课啦？对啊，功课都做完了啊，又死了啦！你怎么不出门去玩打打球呢？同学都去补习啦，找不到人陪我玩。虽然你写完功课有让眼睛休息，但是也要让眼睛到户外去游玩放松一下啊。什么？眼睛也要玩哦？对啊，到了户外不止眼睛可以得到放松，心情也可以放松哦。走吧，我们去公园玩吧。嗯，好啊。那我去准备一下飞盘。小明，过来擦擦汗跟喝点水。好。妈，有点累哦，你训练这样真的对眼睛好吗？对啊，平常你看书看电视都是近距离的使用眼睛，到了户外可以让眼睛得到放松还有休息。如果在家里不方便到户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到家里的阳台让眼睛接触自然光，这样子对眼睛也有帮助哦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去望远看看美丽的景色，顺便让眼睛休息吧。好啊，那我们来比赛，看谁看得比较清楚比较远。好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那今晚就换你洗碗跟擦桌子咯。我才不信我的视力比你差呢。小明，你看那边的招牌写的是什么？这太容易了，是还我清白洗衣店。换我考你，那边那个招牌写的是什么？上面写的是联邦调查局，那那边呢？是素环真饺子店啦。妈，那那边那个呢？太简单了吧，是八戒谷子里的饭。来，换这一边，那个大楼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有点远哦，好像是怎么了？看不清楚了吗？我放弃，看不清楚了。嗯，还好，这个距离啊其实不算太近，我也有点看不清楚哎，那我们改天一起去找眼科医生检查一下吧。好，那这次就算是我们平手，今天的洗碗跟擦桌子就交给你咯。哎，你怎么可以赖皮呀？大家好，我是眼球人，平常除了让眼睛休息外，每天从事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也能保健眼睛哦。多看看远方，放松眼部肌肉，自然光会刺激眼球分泌激素，会分泌多巴胺，抑制轴度，减少近视产生。如果真的没空在阳台上或屋檐下接触自然光，也可以保健你的眼睛哦。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唱爱眼睛动起来健康操吧。走到户外做运动，爱护眼睛，一二三，每年定期看医生，左边看看，换右边，远方看看，眨眨眼。爱眼健康视力好，青菜水果